小伙伴们，精彩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吃好 Q 弹，喜之郎举弱果冻提醒您，眼睛和屏幕不要太近哦。二爷爷来了。祖辈给予的爱总是朴实和温暖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心里，你们永远是最可爱的孩子。无论你们有什么愿望，他们都会努力想要满足。这回呀，我们家米小圈也体验到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都好着呢，哎哎哎，好，好。哎，米小圈这是怎么了？自行车那事儿。嗨，我说不是这一自行车吗？干脆给去。这个事儿真得听妈妈的话。吃饭。吃饭。你又怎么了？啊，哦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吃得下吗？有事说事儿。哦，就是老张二叔刚才来电话说，想我了。他一个人吧，无儿无女，孤苦伶仃的。本来说今年怎么也得回趟老家，可是工作一直这么忙，就没回去。哎，怪他自己没福。只是死得早。那你回不去，不行把二叔接过来，老人家来玩玩。你静静小心，我们也静静小心。要么说你真是通情达理，不愧是咱老米家的好儿媳。来，这个黄人多啊。你这是不是心里早就盘算好了？二叔什么时候来呀？下午六点。哎，你不要来！我帮你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吧。哎、这仗让你越打越精了哈。嗯，这屋乱的。米小圈，下午跟我一块见二爷爷去吧。不去，我爷爷早没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六亲不认呢？别惹你妈生气啊！哦，对了，二爷爷来了，不跟你住一屋啊？凭什么跟我睡？谁凭脸能跟谁睡？这家里的好吃从来就……这车里，我愿意每周借你骑，15分钟。
哎，没关系，我不怕累，一个小时也能骑。我这车是变速的，你看，这样骑起来就轻巧多了。姜小牙，你的爸妈对你可真好。哪儿啊？这是我爷爷给我买，我要什么我爷爷都给我买。你们尝尝我爷爷给我买的大榴莲，可甜了呢！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你啥也不懂。真羡慕你们有爷爷，要是我也有就好了。走心，你有圈圈？啥意思？来了。二叔，二叔您来了，累坏了吧？不累不累。二爷，您快进来，您换这个新的，知道您今天又来，我们一家人高兴。哎，快快给我！这李博文呢？我爸在网楼上扛大米呢。二爷，走，我带您回屋休息。走，走。哎呦！躲开，躲，躲开，躲。谁是盘中餐？粒粒皆辛苦啊！我要知道这玩意儿这么沉，我都不吃它。我你能干点什么你？二爷爷，您喝花茶还是绿茶？你别忙活了，可能就行。我不是订酒店了吗？怎么把二叔给带家里来了？妈。自打您今早晨教育了我，我一天都在自我检讨，为什么我差点坠入了六亲不认的深渊呢？所以我打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，甭管费多大的劲儿，也得招待好从老家而来的二爷爷。打今儿起，二爷爷就和我一起住了啊，就这么定了，不商量。哎，要么说呀，还得是你，教子有方啊。啊，拉倒吧。我生的儿子，我还能不了解？指不定憋着什么呢。二爷爷，吃饭啦！二爷爷，哎，不够吃和我说啊！够了，够了。二爷爷，你有任何要求，我都一定满足。趁着您吃着，我先和您说点事儿啊。这些放厨房水池里。这么久自行车比赛，有没有觉得我还要缺点什么？孩子，爷爷明白了。您终于明白了。昨晚你说你缺点什么？我就明白了，你这小身板啊，确实不行，缺练。你放心，二爷爷摔跤冠军，跟二爷一起练呀，啥也不会差。哎，别心力，死命撞啊！不行了。行吧，循序渐进啊。二爷给你买早点去。你走开，连车都没有，凭什么带着我？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们凭什么霸占？哼，有车才能留下，你又没车，快走开！怎么说话呢？你们几个小坏蛋！没事，不就是自行车吗？爷给买啊。
不行啊，我妈妈不让。自行车可贵了，你们买得起吗？买，必须买，爷爷在就不能让你受这委屈。谢谢小超哥的卡，恭喜超哥喜提自行车。小朋友，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啊？我在等我爷爷呢。哎呦，真是好孩子。再见，叔叔。再见，注意安全啊。啊，二爷爷，二爷爷，哎，二爷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啊！哎，自行车呢？您是不是停车库了？想给我个惊喜，我去看看。哎哎哎，小倩儿，你想要的那自行车啊，太贵了，要不，咱们商量商量啊，能不能买一个便宜点的？啊，爷爷看过了，那便宜的自行车啊也挺好。那怎么行？我就是在学校都把这话给放出去了，现在全班同学就等着看我这辆自行车，这怎么办？成全班同学看我笑话了。米小圈，小翠儿啊，哎，都是二爷爷不好，没给你买回车来。二爷爷用别的礼物给你道歉，行吗？什么礼物啊？您就让我骑这个。骑跟张小牙一样的新车来吗？一看你就没车，怪好，刚买的车我不保养就骑出来，你该不会是在骗人吧？你究竟买没买车啊？车钥匙我都带来了。老师们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潘美多。三年级全体同学上周末对孤寡老人的慰问中，他们又发现了无家可归的可怜的老爷爷。当同学们见到他时，他竟然在捡瓶子，一个又一个。想看车，先抓到我再说。米小圈，米小圈，嗨，我这找你们呢。那个推着车也不快，先把车给停着吧。我领你们去看我那辆新车。你走快点，你急啥？他那个车又不会自己飞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千万别诧异。即将出现在你们眼前的，就是我那辆新车。啊？这车在哪儿啊？不就在那儿吗？啊？呀！我的车呢？我自行车没了！完了，我自行车没了！你确定把车放这儿了？我确定，我的自行车那么漂亮，和你的一样。该不会是被别人偷走了吧？啊！
米老师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帮你找。那你们还待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快点找，跑远点，得撒开了找。姜小牙，你去那边；铁头，你去那边，赶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小圈，您车找到了。哎呀，原来我给记错了，我的车给放这儿了。这车怎么会跟我那么像？不一样吧？我这有一灯，还能响。那你把车锁打开，咱们一起下车。好啊。哎，姜小牙，你的车呢？我车呢？完了，姜小牙，这回你的车是真的丢了。哎呀，那你们大家还干什么呀？赶紧找，放开了找，赶紧，赶紧，快点！铁头，姜小牙，姜小牙。铁头，车找到了，快过来吧！啊，太好了，米小圈，你将小姚的车找到了。你瞧我，安个防盗灯就没人敢动了吧？嗯，现在找到了，那咱们赛车吧。跑来跑去，太累了，没劲了。小圈儿，这是什么啊？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上次捡瓶子的老爷爷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分头行动。好。好。
我们特地过来帮您呢。哎呦，之前呢，我是为了给孙子买自行车，差一点钱才去捡瓶子的。这自行车买到了就不需要了。天哪，竟然让爷爷出来捡瓶子买自行车，这让我心疼哭了。这得是什么样的孙子呀？狗孙子。那是什么？不是怎么回事？不是。小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爷爷，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要自行车了，爷爷。二爷爷，您捡了多少瓶子给我买回来了这自行车呀？您对我真好，以后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。好孙子。辛苦的捡瓶子给他买的自行车，他可不得知恩图报吗？是吧？啊，是是是。哎，要是那样的话呀，那就再给我来一套泰式按摩，我最近这后背老有点紧。去吧，你给我好好按啊。自行车的钱我已经替你还给二爷爷了。二爷爷，我劝您还是先冷静冷静。米小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在问二爷爷，这个力度够不够得劲儿，对不对，二爷爷？行了，你差不多到中午了。哎，你休息五分钟，待会儿换我享受。我以后再也不占便宜了。秋实小课堂，秋实秋实坚如磐石，这里是求是求实，实事求是，没有糗事的秋实小课堂。欢迎来到由我设计、由我组织、由我裁判、由我控制的垃圾分类大比拼。接下来有请参赛选手。哪一队率先完成垃圾分类，就能获得来自本班长的特别大奖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很好，预备。硬纸壳属于可回收垃圾，应该放在蓝色垃圾桶里。吃剩食物属于厨余垃圾。啊，铁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当然是你吃就行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不能吃。吃剩蛋糕属于厨余垃圾，是绿色垃圾桶。电池属于有害垃圾，是红色垃圾桶。用过的纸巾是其他垃圾，应该放在灰色垃圾桶。当当当，紧急加时赛，它该怎么分类？你们知道怎么分吗？欢迎暂停视频，用弹幕告诉我们哟。珍珠属于衣服摆物品，是厨余垃圾。杯子和吸管是纸质的，属于其他垃圾。杯盖是塑料的，是可回收垃圾。里面的奶茶是液体，得倒进下水道。回答正确，我宣布大家都是第一名。大奖是什么呀？大奖是啥？就是来自秋实小学与本班长联合为大家提供的口头表扬。你们真棒，加油！切！哎，你们别走啊！We'll be right back.
上跳，目中最初的美好，意气风发，转成文化，生个